4.3成歌壶开水下世界新活动武器，浮浮新传说卡维新皮肤例会，各位大佬好呀！ 4.3封丹壶将开水下区域，好好好，我迫不及待了，圆弧启动，赶紧给那维和浮浮一个完美的家。这 4.2 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4.3白嫖武器属性有了，名为究极霸王超级魔剑，大剑副词条充能，被动名字是加油，攻击力提升 12%。 不仅如此，海默村中曾蒙你帮助的美露身们的声援心意充满了力量，依照他们的数目。 攻击力至多进一步提升 12% 这么中二的名字还真是让人难崩。不过这特效算是低配版狼墨了，给纳维亚用来过渡好像也不是不行。 4.3新圣衣物本位置，深渊阵容以及纳维亚突破素材一栏。深渊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上半纳维莱特善通，下半海巴中达，美纳维就雷国。没想到纳维亚居然不用那个齿轮，明明那个齿轮怪是岩系 boss 啊！ 又是经典的岩系角色，用风系 boss 素材，福宁娜传说任务剧情一览，貌似是帮助解决 NPC 们的感情纠葛和难处。没想到跟之前内鬼说的一样，福福还真就是枫丹妮露啊！神也这个待遇，不过想想也算是原神固定环节了，整天让人对这些没感情的复制人 NPC 帮忙做事，我是感觉挺无聊的。纳维莱特大 P bug 修复，只能说新的东西多。 bug 就随着增多。上次看完公告还说 bug 上面长个莱欧斯利，不过娱乐 bug 也修复是吧？修点该修的就行了。荧光拖尾为什么要修？明明那么好看，我还没卡出来啊！退钱。如上图，是原神 4.3 版本的新优化，终于，我最期待的优化终于来了。重新挑战副本，玩家可以直接出现在钥匙旁边了，不用重新跑路了。好好好。 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副本楼梯真的是越来越长了，策划肯定是故意的，为了玩家们的留存时长，坏事做尽啊！ 4.3 版本上线后就不用跑那么长的楼梯了，真是累死！我每次都用夜兰跑路，一技能疾跑都结束了，还有一大段路程，难崩。号外，号外！须弥著名建筑设计师卡维将参与本期时装周，携手枫丹著名钢琴家艾斯米尔达在 OB 克莱歌剧院枫丹亭街道等地区进行秀场演出，不容错过。 有玩家在论坛上放出了有关卡维的新皮肤例会图，个人感觉只是同人，不过还挺好看的。大家觉得呢？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，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，不如关注下呀。